在佛前啊发心，身为先生的要扛起一家之主的责任，身为妻子的要好好把妻子的本分做圆满，把佛陀教育落实在生活中，成立幸福和谐的家庭。那夫妻之道最重要的就是互相尊重，除了彼此尊重，更重要要尊重双方的家长。老婆，我们来接你喽 ，Go！ 还有说不求回报，才让爱静静守牢。有你的欢笑，也有我的牢骚，忘了什么叫单调。吃饭，摇架，摇架。来来，自己来。那你是不是练的？不要动了，不要动了。OK。这是第四天帮你们准备。哎，不是，又是第一次的。当然是用你的那个手上的气啊。你不吗？啊哈哈哈。用你的那个用具来吃那个食物。怎么了，关你？怎么了，关你？哈哈哈。你老样，来这边，边边。经过卡丹的，可以看出来。八十块。有来有进步一点，还是不够。这里有一点，学会都没有。哇哇哇哇！是你给我的动作，这个要空篮，太厉害了！耶！你们在下天里小灯。
于二老这三十多年来对我的生养育，在这三十多年里，我知道你们为我付出了很多很多。今天我们终于成立自己的家庭，在今后的日子里，我俩会努力来孝敬双方二老的养育之恩，我们俩也会相亲相爱，达到自己美满的家庭。我把四季用来爱你，眼前彩虹都是因为你，雪花在为你开，祝福随风红叶飘来，至死不渝，永远爱着你。随风红叶飘来，至死不渝。